感謝主，我哋又見面啦！我哋今日係第二 last 係咪啊？第二 last 噶啦，下個禮拜就係 last 噶啦，啊 ，second last and last 啊，所以好快脆喎，十個禮拜見嚇、啊、就過咗啦。之後咧就 sayonara 哟，嚇、啊、好啦，今晚夜咧我哋要開始咧，你聽我的聲少少，你知道嚇，都是雙方嚇。求主怜悯，快啲好。九章十一节到十二章八节，系我哋要讲到呢个人在存在中嘅智慧同埋态度，系带嚟希望嘅。咁啊之后咧，我哋今晚夜咧就会前教呢个 A 九章十一节到十章十五节嘅啫。然之后十六节咧到十二章八节同埋到第十四节咧，就系下个礼拜最尾一个礼拜就完成啦。好。今晚夜咧，我哋睇下呢个第九章十一节到十章十五节嚟讲到人在存在中系需要智慧嘅。意思讲，虽然我哋知道有智慧嘅人同埋冇智慧人差唔多，结局咧都系死嘅，系咪啊？但系在未死之前咧，有智慧系好过冇智慧嘅。既然未死咧，大家嘅结局都系死噶啦，唔系有智慧就唔使死。咁我睇破呢点得唔得？接受到嘛？有钱都要死，冇钱都要死，得唔得？靚仔都要死，丑都要死，得唔得？你身材又好苗条，或者好肥到饭桶咁样，冇所谓，大家都要死嘅，吓、啊，咁我哋接受到噶啦吓，唉、哎，大家都要死噶啦，吓 ，OK， 好嘅，接受啦。但系咧，在未死之前咧，我哋而家系咩咧？就系、是、未死之前，我哋呢几十年点样过咧？系咪吓？啊，最紧要你如果呢段时间冇聪明智慧咧，你生不而死啊，就惨啦吓。啊就會好似我今年好似未到期就死嘅落個胎啦，或者嗰啲死咗人咧幾好啊！我仲生存要面對咁多問題，好陰功啊！即係生不如死嚇。但係咧，如果你有智慧咧，你做咩？你就好似咧生嘅狗、活著嘅狗比死咗嘅獅子仲好，係咪？你獅子 so what 死咗咯喎，你有錢 so what 死咗咯喎，你好靚女 so what 死咗咯喎。啊，係咪啊？我唔靚女，我又冇咩錢，但我活著啊，餐餐有得食啊！啊！繼續食啊！聽日食乜嘢啊？嚇、啊，幾開心啊！嚇、啊，活著嘅狗比死咗獅子仲好，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咧，你要面對一個人嘅有限之後，你知道一切都有限嘅。人喺世界上係人嚟嘅啫，人唔可以被變神，你冇辦法長生不老。既然咁樣樣咧，我哋就做翻人嘅本分，食我哋勞碌得嚟嘅飯，同我哋所愛嘅妻子開開心心過日子，係咪啊？啊，要著最靚嘅衫褲，啊，頭髮要高油嚇，上街咁剪咗嚇，靚仔啲少少咁啊嚇，啊，著靚嘅衫褲嚇、啊。聽講最近咧，有啲人聽咗我嘅傳道師之後咧，以前買咗個衫褲咧，開始攞嚟著噶啦，啊，啊，買咗之後攞嚟收，唔知等幾時，誒、欸，快啲攞嚟著啦，下次有下次嘅衫噶啦，係咪啊？哎呀，要去旅行，快啲去旅行啊！吓，听讲阿文系咪啊？韩辉啊，去咗啦，系咪啊？同佢太太去咗日本行啦，哦，开心到不得了。最开心边个咧？系太太同仔女啦，系咪啊？佢两个女啊，所以我睇到就系真系噶。我哋做翻人咧，就系咧要去有智慧，点样去处理我哋生活喺入边喺呢个地上噶啦。好，我睇呢个第十一节开始咧，我哋就嚟读下先吓，第十一节。看到吗 ？OK，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知识，灵巧的未必得智，所难到众人的，只在乎当时的机会。哇！呢句说话讲中我哋好多人嘅心，系咪啊？其实我咁靓。为什么我不到找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公的，为什么他的样子舒适很多的，为什么找到我老公这么好的，好不甘愿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的、啊、我这么厉害，为什么我坐不到那个位置、啊、为什么那个人坐我上面的那个位置、啊、这么蠢都得的，他又何德何能坐那个位置、啊、为什么不是我啊？好多呢啲嘢都發生噶，係咪啊？啊，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咁嘅樣。我哋人生咧呢、這個説話咧已經講咗啦。人生入邊咧唔係一
定你赢的，你跑得最快未必赢。这个最跑得快呢，不是赛跑下，就是他打仗的时候他追敌人，你追得很快你就赢了，你死得还快啊。谁呢？就是一个阿撒希，是不是叫阿撒希，阿撒克，阿撒克就是撒母记下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他是三兄弟来的。阿撒克呢就哇追敌人，那个叫什么名字，追那个阿阿咩啊？我睇唔到啊！阿尼尔，阿尼尔，阿尼，佢就追佢，佢话你走啦，冇追我啦，使咩？佢仲追追追追，追转啊，擦死啦！所以好多时候你追得快，你走得快，你以为你一定赢，反正输得好快。吓，后生仔好中意揸快车噶啦，系咪啊？你走第一啦，撞车机会好多，好高好高噶。所以很多时候走得快未必一定赢的，力战打仗的你很有力未必得胜的、啊、我都知道打仗里面不是一定你赢的。还有呢，智慧，你有智慧而已，不是能够担保什么东西的。明哲又好，灵巧又好，很多东西都智慧啦、明哲啦、灵巧，你是比人家叻过很多，但是人家就是因为你太叻，很害怕你，不想请你，你知不知道？好多時候都驚過佢個工人，你叻過佢噶嘛？你叻過我，好快脆就學曬我嘢之後開一間嚟頂我噶啦，係咪啊？係噶，個個都驚噶。啊，教識就徒弟冇師傅啦，所以個個人都忌字噶嘛。所以你越叻咧，人哋越驚你噶。你以為我越叻，個個人都中意我，你就慢慢等啦。所以你以为咧，你读书啊最叻嘅，之后去大学最叻嘅，翻到香港有人请你，冇人想请你，点解咧？你咁叻，一定人工要高啦。第二咧，讲话人哋讲话你唔听啦，你觉得你叻晒啦。第三咧，你咁叻，真系成功啊！你又唔觉得你要帮我做噶啦？帮我搵钱，不如自己玩系咪？你好快就自己开一间啦。所以咧，你太叻咧，人哋系就忌你嘅，啱唔啱啊？所以呢，他讲到一点很重要，无论你几叻或者乜乜乜，其实一个人成功不成功呢，是在于当时的机会。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仔你会追到呢？就是近水楼台，咁啱在我对面屋，哎呀，那我咪有个机会咯，是不是啊？佢双方咳，佢都知道噶嘛，啊，就马上买个幸福宴俾佢啦吓，或者系咩必理烫噶嘛。啊，好多烟因近噶啦嘛，佢感觉到被爱啊，被关心喎，系咪啊？吓，就系机会嚟咗嘛。好多时候你唔系咁叻，点解嗰个位系你错咧？因为咁啱光鲜亮嘛，个个人都唔咁样，你系好忠心傻傻地，咪继续忠心，咁啊时头咪升你职咯，信得过你咯，就系唔够叻嘛你，就系因为你唔够叻，但系够忠心，咁咪信得过你咯，咪升你职咯，咁样你就坐喺个位咯。不是因为叻过，咁啱冇人咯，咁啱我时头系惊人哋睇叻过佢噶嘛，咁啱咯。所以好多时候，嗰啲人嘅得胜或者系成功又好，或者系乜嘢好，同呢个机会系好有关系。叫我哋叫咩？机制个 chance， 的 chance 机制。你嘅机制咧就系机会嘅机，制宜嘅制，啊人制嘅制。你的机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不要意外，我们可以掌握一切的东西。这个机制或者个机会的 timing 呢，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是上帝呢安排的。但是为什么越聪明的人呢要更加信耶稣？为什么呢？你要信你创造不到的东西，你的神帮你控制。你叻啲就咁啦，你叻唔够呢，以为自己仲叻嘅呢，我靠我自己就掂，到最尾呢，最唔掂是你。反而你讲主啊，我是掂，但系我仲要求你，因为好多嘢我控制唔到。第一，人嘅心你控制唔到，啱嘛？请问你嘅太太嘅心你控制到吗？控制唔到噶，女人心海底针，控制唔到噶。香港嘅天气都可以预测。女人的心情你可以预测，但很多时候都是预测错的啦。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要依靠神呢，
又得到神的喜悦和人的喜悦的，你的人生才有。为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成功了之后，我们转眼看呢，是恩典来的，是恩典来的。为什么我做工我会做石头的？为什么我会成功的？很多时候问回自己，我没有比人家厉害，我又不是比人家勤力很多，但为什么我又做得到的？很多时候是恩典来的，是恩典。但不是叫你从此以后就烂烂地这样，恩典够用这样，不是，都要勤力。是呢，你勤力未必做到，很多时候奇怪，我不是很勤力，反而上帝赐福我，我勤力了之后，上帝又 keep 起手不做了，之后我就去死了，你上帝你走去哪里 啊？哎呦，我咁勤力嘅，反而冇可效嘅。我唔勤力，所以依靠你祈祷，祈祷反而得嘅，系咪够我烂啲？唔需要做咁多噶吓，祈祷就得噶啦，系咪啊？唔系，佢系要我哋做都要做，但系都要依靠佢，因为靠晒力、靠才能不能够成事，要靠神嘅灵。神嘅灵咧能够改变个环境，改变人嘅心。好多时候人哋睇到你咧，本嚟系唔中意你嘅，但系唔知点解咧，上帝安排到一样嘢，使到佢睇到你系中意嘅。你不知道的，本来你以为那个人你哄到他好掂的啦，怎知就一件事发生他就怀疑你了。你真盲查了，为什么这样的发生的，就是这个机遇是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要求神，要依靠神。所以呢，原来呢人，我们一起读，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与被恶望牵制，尿被网络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话呢个都要睇下，所以我睇到呢个第十二节咧，一样讲到咧定期呢个意义比较模糊啲啊。咩叫定期呢？就是、可能系不幸啦，或者死亡嘅时间啦。啊，人人都有一定期啊，时候未到啫吓，个个人都有一死啊呢、这个定期啊。所以呢度講嘅唔係慣例，乃是一個特例，就係咧加上人生無法測知將來嘅命運同埋變數，冇人能夠知道。而且我哋真係唔知道，我哋係雀仔幾時俾網望到？我哋真係唔知噶嘛。我早知道我就唔需要飛出去啦，係咪啊？我就係唔知先會飛出去俾人捉到噶嘛。人幾時會俾人害呢？點解會俾朋友呃咗我錢呢？我早知道就唔會交佢呢個朋友啦。梗係就係唔知道嘛，係咪啊？我哋好多嘢就系唔知先会撞板噶嘛，啊早知道就冇刻意啦，就系我哋好多嘢系唔知噶，明天发生咩事，我哋真系掌握唔到。我几时啊心咩心咩六和啊？三和啊？三衰六和啊？人有三衰六和，我哋几时知道你系衰系六和啊？所以我问过你，边个要先苦后甜嘅，或者先甜后苦嘅？个个都要先甜后苦喎，点解？因为苦一定嚟咩？我甜咗先，我嗰啲先苦后甜嘅，我苦住先，迟啲会甜噶。如果甜唔嚟咧，你咪多余咗咯，全部苦咯，一世人都系苦，系喎，不如先甜先啦，啊，先甜后甜咧，可能系咪啊？哇，咁啊甜咗先啦，着数啲。所以好多时候我哋真系唔知道几时会发生嘅，所以咧我哋就冇办法把握。总真。除了機遇，時間咧係超過我哋嘅控制。到底喺前面咩災禍臨到你，咩禍患臨到你，係唔知嘅。好多人咧就係睇你好好地地嘅喎，點知咧一車一撞，哎呦冇啦！我哋最近偷收到一啲就係咁樣嘅事情。啊，個大兄好開心嘅喎，是但乜乜，然之後又流腦瘤去開刀，哇！諗都冇諗過嘅。好多读医生的喎，要医人咯，咪医人自己撞癌症死咗啦，都有咁嘅事。哇，好多嘢我哋冇谂过嘅，都发生喺我哋身上。一发生嘅时候，唔好嘅事情，我哋都讲点解系我，系咪？点解系我？点解唔系你咧？梗系唔可以系我啦！我使到咁多钱去外国读书，翻嚟要玩翻噶嘛？我都未玩翻就撞病就到死。早知就唔使嗰筆錢啦，早知我就喺香港食咗佢啦。最弊咧，你食咗佢冇錢咗之後又冇癌症喎。係咪？你以為你四年個學費慳起嚟食曬佢之後咧，咪死咯？點知咧食曬佢冇事喎，因為你冇讀書冇壓力嘛，咪冇癌症咯。之後咧咪喺度好痛苦做人咯。屋又冇，书又唔读唔到，人又唔想嫁俾你，做工又冇人要请你，
之后做乜嘢好啊？夜晚打机咯，俾阿妈闹咯。哎呀，早知我阿妈话今年去外国读书啦，读咗之后有癌症咯。哎哟，咁点好啊？系，好多嘢系控制唔到。即系传道师系要俾我哋明白，你系人嚟嘅啫。大家一齐讲好嘛？我系人嚟嘅。再一次，我系人嚟嘅。所以我哋是人呢，我哋冇办法控制你自己前面发生乜嘢，你冇办法知道呢，你一定成功，你好近你一定成功，你好近你一定搵到钱，你好近你唔系一定嘅，你好叻读书一定有人请你，未必嘅，我咁靓一定有人要，未必嘅，真系噶，好多嘢系睇个时机，过咗苏州，系啊，香港人最叻啊！啊，广东人好叻讲呢个啊，我哋福建人唔识咁讲。福建人有冇其他嘅话？冇啊，我哋冇咩去苏州嘛，所以唔明白。OK， 我哋睇下第十三节啦。十三节，啊，十三节，诶，对唔住，好，系十三节嚟。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收逐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教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仆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农垒，连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哇，阴公是吧？他又用一个故事，这些事是不是真的发生呢？可能他就是那个人，没有人听他的话或者什么。所以呢，就学者里面呢有不同的研究，就是这个字呢，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有些艰难的。好，我见又另外一个啦，另外一段的开始，我见见什么呢？失意啊，就是什么呢？就提到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基宜的意思，你要移到个基宜，要靠基宜的这个事。就你人生要靠基宜，我吓死了，要靠基宜。那我死亡时间几时到不知道，能够有得吃就快快开开心心吃。第二个是失意，失意是什么呢？这件事很重要，广大就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件来的。什么事呢？就好有智慧，使到人能够做出好事同埋好服务嘅，系真嘅。但系咧，唔一定得到报偿，就系人哋唔会一定会俾你报偿噶。你帮到人哋，人哋哈哈多谢你啊，再嚟过啦，听日啊，但系人哋唔会报偿你嘅。绝大部分嘅人咧，都唔系好注重人嘅智慧嘅，而注重咩？人嘅财富。你有钱重要过你有脑，系咪啊？特别在香港咁样嘅社会入边，以金融为主嘅社会，金融企业嘅社会，系你有钱，你就睇到好多人愿意服侍你嘅。你脾气好坏嘅，冇所谓，我哋就是服侍你咁样嘅人啦。最紧要你有钱啦，但系你好有脑，好叻嘅，但系冇钱嘅，下下同你一齐出去食饭，我要俾钱嘅。今晚都唔好叫你咁多啦吓，留嚟第一次啦，听下你噏方啊，几好噶吓。但是下下都要我请你呢，哎呀都不好啦。好现实啦，慢慢呢人家不注重你的脑，注重你的财富。如果你有脑又有财富仲好啦，是不是？又可以跟你一起倾偈，又学到很多东西之后你又是你给钱，几好啊，是不是？这样朋友一定要交，是不是？啊，你阿妈没教教你啊？阿仔，这样朋友交多几个。啊，他跟你讲嘢，哎呀又有钱落袋，吃了又他帮你找数，哎呀又免费餐食。咁嘅朋友仲等乜嘢？黐住佢唔好放，啱嘛？系咪啊？边个肯做咁样嘅人？你系咪咁嘅人？边个系咁嘅人？你又有钱又有脑嘅，我哋要交你呢个朋友。但系当你又有钱又有脑嘅时候，你又好避忌忌嘅喎，系咪啊？你又避人嘅嘛？呢个人要乜嘢啊？呢个人乜嘢啊？你又有脑，你又唔系蠢噶嘛？你又有钱。你就懷疑心好重噶嘛，所以就慘啦。所以呢個係現實嚟嘅。所以佢講咩呢？學者對呢度研究嚟講，一個有智慧嘅人啊，但係佢係窮人嚟嘅。人哋咧
虽然佢有智慧可以教嗰个城市，可以教，但可惜咧，冇人把佢放喺心上，冇人听佢讲，冇人纪念佢，有藐视佢嘅智慧同埋佢嘅言语，佢讲乜人哋都唔听。所以意思讲咧，睇我哋中文嘅翻译嘅就系讲，好似佢教咗嗰个城市之后，人哋忘记佢系咪？呢、这个就好似奇怪啲吓。佢真系用佢智慧教咗大家，边个人哋会唔纪念佢啦？梗系要多谢佢啦吓，奖赏佢啦系嘛？在研究入面咧，學者講，其實嗰個疑問咧，唔係講佢已經教咗，係佢嘅智慧可以教到，可以教到呢個城市。但係咧，因為佢係狂人咧，冇人肯聽佢講，所以咧冇教到咯。所以呢個係以上嘅故事所引發出嚟嘅道德論係咩咧？智慧係好嘅，可惜咧嗰、那個智慧人係狂人，所以咧智慧人咧都俾人藐視，因為你係狂啊，人哋都睇唔起你嘅智慧。所以有智慧咧，应该加上财富，先容易得到人哋嘅接纳嘅。啊，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如果呢个人好叻噶，叻到好紧要嘅，但系佢又狂我，我就问啦，点解佢叻到咁狂嘅？系咪啊？你有冇谂过一个人咁叻，点解会狂呢？吓、啊、？OK， 你哋讲下先。点解一个人咁叻又可以狂呢？怀才不遇系啦，其中一个啦，就系、是、咧，你有好多才干，但系冇人肯用你，因为之前讲噶啦，系咪啊？好，你灵巧，你有智慧，但冇人要你啊！啊，特别系中国嗰、那个嗰、那个故事吓，中国好多嘅嗰个咩时代啊？那个春秋时代啦，打仗时代啦，好多有智慧噶嘛，门徒都系好多嘅办法啦，但系咧冇人要请佢嘛，落魄咯。但是那个智慧是不是真智慧呢？连你自己心亲都解决不到的智慧，我觉得都有限咯，是不是？但是很多男人当时就是我想做大事而已，你吃东西是小事，使咩我去想呢？那么你现在没东西吃了，那么这些当然是女人去想了。我们男人不是做这些大小事的嘛，我们做国家大事的，吃饭这些是你女人想的。咁女人就仲比大，但男人仲有智慧啦，系咪啊？你有冇谂过咧？你系真系冇饭食啊，冇办法开饭噶啦。咁我两公婆去到一个树林，可唔可以生存啊？可以，你都讲可以啦。点样生存先？第一，有咩食？树林吓、啊？水果啊？冇水果噶、啊。野兽话佢食你、哦，食树皮啊？树皮食得噶？树叶？吓、啊？你识唔识生存啊？一啲叶咧，佢嚟到嗰个地方咧系好脆噶，长佢未硬嘅，佢就嚟生个再生嘅时候，那个地方好硬，好靓，好甜，人哋又好食得噶，果节啫。或者喺啲細細拖嘅，你掹上嚟，你攞曬佢嘅皮，入邊嗰個心就係食得嘅。你知唔知啊？樹林一定有蟲噶嘛，捉埋嗰啲蟲，燒咗你，哎呀蛋白質啊，哎呀，再唔係咧，嗰啲咁嘅白蟻啊，白蟻，白蟻啊，哇啦，好多大大隻噶，哇，白蟻冇啊，佢係乸噶，大大隻噶，哇，蛋白質啊。老人男人梗系唔做呢啲啦，带个老婆去攞过嚟，之后炒咗先，哇，放啲胡椒啊，炒啊，黑黑睇唔到啊，咁香嘅咩嚟噶？唔使问啦，食落哇，好食喎，乜嘢嚟噶？啊，就系生存啦。所以好多时候咧，就你嘅智慧只能够系等人请嘅智慧，或者你都可以俾你用你嘅智慧喺你自己身上。呢、这个我发觉到系人咧喺呢个世界上系一个唔平衡，就是我哋学嘅智慧，其实唔系叫智慧，系叫知识。知识就系你对某一样嘢好叻做，但其他嘢唔叻做。但系你对呢样嘢好叻做之后，你把呢个知识点样转化成为你嘅生活入边都可以用到嘅嘢咧？呢、这个就系叫智慧啦 ，application。就是为什么很多个大企业今天呢，他要专请那个不是他那行里面的专人来做个 CEO， 为什么呢？
因為我 CEO 如果請同行嘅，我哋大把咁多嘅人啦、啊。我哋每一次管理層開會就係全部都攞埋master degree 或者 doctor degree 喺呢行嘅人嚟到我哋公司做啦，到依家都唔掂噶嘛。佢哋讀嚟讀去差唔多一樣嘅嘢嚟噶，佢哋覺得唔得嘅就係覺得大家都唔得噶啦。要請一個完全同呢個行業唔關嘅人咧，請過嚟，佢另外一個思維，佢諗法係唔同嘅。佢睇到呢個好簡單啫喎。點樣簡單法呢？因為佢就把佢嘅經驗喺第二個行業嘅咧搬過嚟就用到噶咯喎，又得喎、就闖出新嘅一個春天嚟啦。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好多大公司咧寧願請一啲唔係在嗰行嘅人咧嚟做佢嗰行嘅一個領導力，但係咧係幾年啫嚇，幾年啫，因為都幾年咧，你嗰啲新招都冇用噶啦嚇。所以咧，除非你可以證明你自己仲有好多嘢，如果唔係咧就換人啦。所以呢個就係佢哋敢嘗試點解咧，就係、是。跨界嘅個思維，所以弟兄姊妹呢個叫智慧。智慧就係唔係因為你對呢行好多知識，呢陣時你曉得點樣形容你已經知嘅嘢喺其他方面。所以咧，如果一個人好有智慧卻好窮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OK， 你問一下你自己，你有冇睇過嗰本書《富爸爸同埋窮爸爸》（Rich Dad and Poor Dad）？Kiyosaki Robert Kiyosaki 有冇睇啊？你哋冇睇噶？哦，要睇下呢啲書嚇，好多年噶啦。啲書係幫助我哋好實際嘅明白咧。佢有兩個爸爸嘅，佢本身真爸爸係一個大學教授嚟嘅，但係退休咗之後咧，把佢退休金攞去做生意之後失敗咗，做 ice cream 都失敗啊，爭到全身債。但係佢有個朋友嘅爸爸就係、是、rich dad 啦。佢爸爸冇讀過好多書嘅，但係好實際嘅。就使到佢家族咧生意越做越好嘅，佢就同佢嗰個朋友爸爸學到好多嘢，之後咧佢人生成功咧一部分都係因為好大部分係佢朋友爸爸，啊佢自己爸爸咧係等佢幫佢運仔嘅，係好有知識嘅大學教授，但係咧冇用嘅，因為唔識做生意，對錢嘅概念係唔明嘅，所以咧。就係、是、你睇呢啲書，你明白點解呢個好有知識嘅人冇智慧？點解呢個冇咩讀到好多書嘅人好有智慧？呢個就係智慧同知識嘅分別。弟兄姊妹，我哋要明白點解一個人會窮咧？就係佢有嘅知識多，但係真正嘅智慧係少。所以當你窮嘅時候，人哋聽你講嘢咧，人哋唔係幾信你講嘅。點解咧？我睇你樣子，你都咁上下啫，我信你。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做牧師嘅人咧，我哋同嗰啲弟兄姊妹做生意嘅嚇，我教你牧師，你睇你自己啦，你都唔掂噶啦，我你仲教我？哎呀，唔使啦，係噶。有時我哋做牧師唔係冇智慧，我哋唔係冇知識，但係咧，我哋自己都證明唔到自己係得嘅。但係我哋講嘅嘢，人哋點樣聽咧？我哋可以讀好多嘢，未必得噶喎，除非你自己真係掂。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特別 是西方和新加坡的教會的牧者，他們的管理很強，特別教會管理，所以那些做生意來到教會，哇，教會還勁過我的公司，我的公司是國際公司，但是教會還勁過我的公司，所以這個牧師說話他們就相信的。為什麼呢？因為你的教會都管理到比國際公司還厲害，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所以我們的教會一樣，如果我們教會弟兄姊妹個個都有神的智慧和知識的時候，當我們改變了的時候，人家來到很想跟我們學東西，為什麼呢？因為你呢間教會的人真係有知識又有智慧，所以呢度講到一個事實就係、是，當你好有智慧可以教到呢個城，其實你講嘅嗰個竅係得噶，人哋唔信你。點解唔信你？你夠窮。我唔知道你有冇遇到咁嘅問題。當你親戚遇到生意有問題嘅時候，你講我教你啦，呢、這個竅得嘅，佢信唔信呢？你做過生意啊？我冇做過，但我覺得我嘅竅得嘅。你覺得他會信你嗎？信你的機會很微，是不是很微的，因為呢你自己沒有，所以這個就是事實，不是說你的竅一定不行，就算行人家都未必信你，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就是呢有智慧 so what 未必得到人家的信任，所以呢意思說呢智慧未必得到，走得快未必贏、啊、靈巧的人未必是什麼，就真是的，真係你有呢啲嘢，人哋未必信你。好，我哋再睇下啦，十七到十八，十七啦，寧可在安靜之處中聽智慧人的言語，
不听掌管耳微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要继续的哈，很多时候我们停在这个十章一节，所以这一节呢学者都讲是这个分到错了的。其实这十章一节是黐埋第十八节的哈，一切到死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异味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归油，愚昧人的心归浊，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管者的心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 OK， 你停在这里，因为第五节就是我见有另外一个殿客。好，在这里讲什么呢？我们先看看就是十七十八先。十七十八呢是讲到我们今年在安静里面去听一些智慧人讲的智慧的话，意思说呢是另外一个翻译是不是 words softly spoken， 就是宁愿听智慧人安静的言语，就不是安静去听他，但是呢是听他安静的言语，他慢慢跟你讲。因为呢对比呢下一句呢就是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大声喊，大声咬，大声大大声讲。因为很多时候你大声咬呢，大声我同你讲，你是听不落的了，你是看他的样子，是不是？ Hello， 是不是？当两个播吵架的时候，你是听不入他讲什么的了，你是看他的样子的时候，你又反应，你又做回同样的样子给他看，是不是？从恶过他而已嘛，怎么他又闹过你，他又硬了大眼就睇住你咁讲啦，你又大大眼咁样睇住佢啦嘛，系反应佢啫嘛，你又唔听唔入，佢又讲唔，你讲嘢佢又听唔入噶啦，所以咧，佢系比较乜嘢咧？你好好去听一个智慧人安静嘅说话，佢好好同你讲，你慢慢听，你真系听到嘢噶喎。但一个管理愚昧人嘅就系愚昧人嘅额头啊，边个会管理愚昧人啊？愚昧人的舌头，愚昧人的额头，大哥大都不会大叻到哪里的，是不是？为什么他专管那些愚昧人呢？因为只有愚昧人肯跟他而已。所以如果被你做头，我都是大哥啊，那么是谁跟你呢？全部是愚昧人就惨了。同样我们做牧师的呢，我你做领袖都要想想，你做舌头都要想想。我做牧师呢，很多时候我们想呢，我哋要爱人嘅，边个人我都爱嘅吓，彼得啊，咁啊，义夫我都爱嘅吓，所以咧，我哋就专同嗰啲咧冇读咩读过书人一齐吓，我专咧同嗰啲咧冇咩叻嘅人喺一齐，冇咩钱一齐，要显出我哋好似耶稣咁样，咁啊叻嘅人咧我哋唔要嘅吓，佢要嚟咪嚟啦，走就走啦，打理佢啦，到最尾发觉到咧咁样做唔系一个好嘅领袖，耶稣有冇接受个叻嘅人啊？都有嘅。嗰个官啊，少年官好叻噶嘛，耶稣睇到就爱咗佢噶啦。如果你做争一样嘢啫，放弃一切嚟跟我，哇！如果嗰人真系跟耶稣，真系了不起系咪啊？呢个人真系全心，钱都唔要，分俾穷人，你跟耶稣，哇！耶稣第三个门徒，就三个门徒就系代替犹大噶啦，肯为耶稣放弃一切嘅财富，当时翻俾人，有咁爱主，有咁愿意，哇！耶稣发啦。是很艰难的，因为叻的人肯跟你是很艰难的。所以同样的做牧师呢，我们要就是你做领袖一样的，你要想办法怎样使到一个叻的人都肯跟你，这个是难的。你做事头有个叻的人怎样肯跟你搵食呢？怎样不自己开一间呢？这个就是你要叻过他的地方，怎样能够捉到一个叻的人肯跟着你。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叻过他的，你叻过佢，佢就冇发挥嘅地方啦嘛。佢使咩跟你咧？佢就走都唔切啦。就系好多时候咧，你唔够佢叻，佢就有存在价值啦。但系佢又肯跟你，就系一啲嘢咧，系你可以使到佢心服嘅。留俾大家都知啦，系咪啊？留俾系咪去三顾草庐系咪啊？嗰个边个啊？诸葛亮啊，咁叻嘅人，点解要跟佢咧？真是服啊！这个人真是很有诚意。
所以好多时候叻嘅人肯跟住你揾食，就系因为你呢个石头嘅心咧，系对佢系真诚嘅。你系好需要佢，你真系讲，我真系需要你帮手啦，多谢你帮手。佢系唔会过分，佢会真系愿意帮你打拼，因为佢觉得系值得嘅。所以好多时候咧，你点能够俾嗰啲人咧肯跟你？而呢个调翻转头嘅，蠢嘅人先跟佢嘅。人哋时常攞你闹噶，有乜搞错啊？嗰啲人慢慢要闹都唔走，点解咧？蠢嘛，走又冇人请啦，有啲时候肯请你，俾你闹下啦，算啦，系咪啊？你系咪谂紧自己啊？我咪好蠢啊！俾人闹都仲闹喺嗰度，但你知啦，嗰啲人一味日日用闹，用闹又闹，冇用噶、哦。所以我哋时常咁样讲啊。只要点解你跟住咁样又冇用嘅咧？不怕神一般嘅对手，只怕猪一般嘅队友。哎呀，你神一般嘅对手啊，我最多输俾你都唔会觉得冇面啊，系咪？我对手系神一般嘅对手，好劲嘅，输都心服口服啦，都切磋过啦，系咪啊？最惊咧，你系你个队友系猪一般嘅队友，冇鬼用啊！哎呀，所以同样嘅，所以人生咧遇到好多问题，唔使惊。你嘅领导咧，你领导异民人咧系最大嘅异民人嚟噶，吓，同埋犯罪者嚟噶，吓喺异民系犯罪者啊。点解异民人会跟呢个人做大佬咧？就系呢个人专犯罪噶嘛，嗰啲傻人咪俾佢利用咯，去帮佢做呢啲唔应该做嘅嘢，做好多破坏，好多好好计划咯。所以好多时候咧，你系好有智慧嘅人咧，你去跟一个愚蠢人嘅事嘅领导。一个愚蠢人的领导来的，你是叻的，你可以跟他说，他都会破坏你的计划，没用的，你说多他都不通的，为什么他不吃葱的OK， 死什么啊？你叫聪明的，我没听过的，我听乌蝇的，乌蝇字典查不到的，是不是叫乌蝇啊？聪明是啊，有人咁讲嘅咩？书面啊，平时系讲咩？乌蝇咯，啊，我查字典都查唔到乌蝇呢个字点写咯，所以学广东话真系好惨噶吓。呢个系乌蝇，点样读啊？乌系点样读？蝇，我查字典冇啊，聪明咩嚟噶？冇人讲噶喎。OK， 死乌蝇使到作香嘅呢个膏油发出臭气。这个是接上一节的，就是讲到呢，那些罪人的影响力很大的。一些的异味就败坏你整个的智慧。七十士译本有道呢，又讲到呢是对比的。对比什么呢？死乌蝇能够毁坏橄榄膏油的异味。如果你异味着橄榄膏油的时候呢，死乌蝇飞过来死在里面，哎呀，你异味的时候呢就不漂亮了。相反的，一点点的智慧呢就可以胜过异味人的荣耀。这个翻译是七十士译本 的翻译，它是这样的 Pestilent flies will corrupt a preparation of sweet ointment, and a little wisdom is more precious than great glory of the fully. 所以这种一点的智慧都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但是你的智慧不要用在一个愚蠢的领导人身上。所以之后他说这句说话很特别的，智慧人的心归油，愚昧人的心归左，是不是？请问你的心现在是右或者左？你说你是智慧人，我不信咯。你叫医生照 X 光，你的心在哪里？在哪里？左噶啦，我哋都系区左噶啦，所以冇一个系智慧人，大家承认，大家都蠢蠢地噶，系咪啊？即系个个嘅心都喺左边噶，佢系咪咁嘅意思咧？唔系啊，佢唔系讲紧啲物生理上你嘅心喺左，唔系咁嘅意思。佢系讲意思讲你系智慧人咧，你嘅心咧系归柔嘅，就是、正派嘅，因为左派咧就系不正派嘅，就叫左派啦，系咪啊？右派就系正派啦，积极嘅，好嘅。有尊榮的，可喜悅的，有力量有地位的，都是右邊的、啊、興起右邊的人，很多經文都這樣說。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依靠神的都是右邊的，就是歸左歸右的，就是你的智慧人呢是依靠神的。為什麼呢？因為你的心歸右的，一
因为神在你的右边，神会捉住你的手，神在你右边捉住你带你。居座呢就不好的，软弱的，失势的，啊，对你有圣经经文给你看的，啊，OK， 好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原来呢我们的心呢，智慧人呢，要是做正面的，不要那么多冤气，不要什么都烦，不要什么都埋怨。为什么呢？对你无益的，对你无益的，啊，你晓得感恩、开心、正面，你发觉到这个是智慧人来的。大家都应该有个智慧，啊，第三节我看，可见智慧人应该得到的，应该得到什么呢？影响力。意思说呢，如果你居游呢，你是智慧人，啊，你有地位的时候呢是好的，公司请到你呢很开心。为什么呢？你使到你的下属个个都开开心心做事，因为你要积极。但如果你是愚蠢人的领导，被你错个位，个个下面被你留到真的不想做事，个个都辞职，公司就烂了。我迟头请到你，你真的没鬼用，是不是？所以迟头请到你，他可以放低，就是希望你帮他打好，打理好那间公司的嘛。但是你的性格是这么差，居咗乜都投诉，乜都不开心，乜都埋怨，那么怎么做啊？怎么做头啊？吓，啊，谁肯跟你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头呢，你想交你的盘生意交给一个得力助手，你要想清楚他是不是得力助手先的，啊，他是得力的助手啊，阻止你发达的助手，助手啊，不是助手，啊，所以很惨了，是不是？交了给他不行的，要自己拿埋你自己做才行的，啊，交下去又是死的。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很艰难找到一个肯帮你赚钱的人的，真是的。最好的人就是你太太或者你老公，是不是？他找到是大家的嘛，啊，所以他就肯帮你拼搏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真的不行，啊，所以这个就是智慧人需要有的东西，怎样去处理我们的生命里面，哎，啊，行了。你要有影响力，如果不是呢，罪人的影响力呢和败坏呢，智慧人的工作就很重要了。所以你要找出啱的人，如果不是呢，一小小的死乌蝇呢，就你成盘生意啦，或成个计划就被毁坏了。所以异味人行路啊都有样睇的。你知不知道怎么行啊？ Hello?头耷耷，眼湿湿，睇到银子好快执，唔识执，啊，行路有样睇嘅喎。一个人愚蠢嘅人咧，行路咧系冇睇路嘅，睇个电话啫嘛，之后撞咯，系咪啊？所以好多时候咧，做嘢咧冇好好计划嘅，临时临急先嚟，啊，随机应变，啊，你紧张可以啫。你常常都咁樣，好快死噶嘛，係咪啊？揸車唔理嘅嚇，啊，即係哎呦咁啊！我哋出門咧就睇有冇車油先嚇，又咪要打油先㗎？特別馬來西亞揸車咧就係兩個鐘噶嘛，你半路冇油點啊？啊，所以一定要計清楚啲夠唔夠你去到嗰度啊咁樣嚇。所以呢個全部要好好安排嘅。所以呢個就係智慧人咧，有少少智慧，好多嘢都唔需要麻煩嘅。但係咧，蠢嘅人咧，少少蠢咧就害到大家，係咪啊？你有冇試過？有冇试过啊？少少人蠢啫，蠢少少啫，吓，啊，可特别预备咯，俾佢食嘅嘢，啊，预备得好好啊。但系咧，佢蠢蠢地要悭悭嗰个咩？你而家开紧细火，慢慢煲噶嘛。佢以为煮好咗咯，唔使我删咗佢。之后咧，完全未煮到，啊，佢叻唔切，蠢蠢地以为自己叻，帮你悭油、悭电、悭乜嘢？就删咗佢，之后翻到嚟全部冇得食，啊！好多时候就咁样样，就系佢少少啊叻唔切啊！好多时候你遇到嗰啲人咧，有句广东话又有一句说话噶，咩冇药医噶，系咪啊？你觉得系唔系噶？吓，啊，就哟，仲有说话咩？就讲说人蠢冇药医，仲有咧？咩醫翻啊？醫翻好啊！醫翻咧，
邊白痴啊？哎呦，我以為醫翻好咗啦嘛，成為聰明啊嘛。咁你做戲啦，做咗蠢蠢地嘅人啊，佢要你做嗰個角色係蠢蠢地嘅，你點行行路啊？睇睇佢咯，望嚟望去咯，你咧兩隻腳係咁樣行啦，係嘛？好似騎馬咁樣啊嘛，係咪啊？啊，係啦。所以原來蠢人咧，一行出嚟就知道蠢蠢地噶啦。做戲都有得做啊，嗰啲人都要學演嗰啲人啊。所以咧係意思我真係有樣噶。所以我哋要自己保守自己，你嘅行為其實佢唔係講嘅行路嘅樣，就係佢嘅行為本身咧係顯示出佢係無知同埋愚昧。所以呢個相關意思咧，就係佢自己自以為自己好聰明，判斷人哋係蠢嘅，其實咧佢正好咧係向人哋顯示自己係蠢嘅，因為佢哋唔識噶啦。哎呀，我乜乜乜乜乜乜乜啦嚇！我哋啱啱最近咧，我嘅神學生咧就睇到一個大陸嘅個視頻啦，就是、一個後生仔從鄉下出嚟，佢係燒煙啦，又咩啦，學古惑啦，之後咧就出嚟咧跟咗個大佬，啊一個月揾2000蚊，你知唔知啊？好多錢噶啦，我一個月揾2000蚊啊！啊，我的錢都多到唔知點使啊，2000蚊一個月。之后你谂，所以咧唔知点使咧，真系就染咗头发啦，染到咁唔识全部，吓、啊，所以开始人就飘啦，飘啦，飘啦，吓、啊、就迷失自我啦咁啊！我哋听嘅时候系有冇搞错？2000蚊好多钱咩？但系佢喺乡下咧，佢搵唔到2000蚊噶嘛？佢出嚟城市咧，突然间跟到个大佬咧，个个月有俾2000蚊，佢响飘噶啦，仲噶，好似全世界最有钱系佢噶啦。佢话细佬啊，你要跟我学啊，勤力啲啊，跟大佬学揾食啊，一个月有2000蚊啊，好多钱噶啦咁啊。同佢从佢讲嘢，你都知道蠢噶啦，系咪啊？一个大佬俾你2000蚊，就以为好多钱咁啊，帮佢卖命，你咪蠢咯，系咪啊？但系佢唔知嘛，佢就开始飘啦，飘啊！迷失自我啦，呢个就系蠢人咯。同你讲嘢都知道蠢噶啦。咁当权者最屘一句咧就讲，当权者针对你发怒嘅时候咧，你唔好离开本位或者逃避，要用镇定同温柔嘅化解掌权者嘅怒气。意思讲有自我控制能力嘅人咧，虽然你嘅级数系低啲，但系咧你可以胜过个级数高嘅高层人。高層人佢可以有發脾氣，但係你曉得點樣控制自我。其實呢個世界咧係真係咁樣嘅，嚇、啊！我哋信主嘅人就可以勝過呢樣嘢，大家就唔會講以個級數咧。我有錢啦，我可以發脾氣，唔會咁做。大家都用基督嘅愛嚟對大家，都用基督嘅心為心。但係咧呢、這個社會唔係咁噶嘛，有錢人真係大曬噶嘛，係咪啊？佢用請錢掟你噶嘛，係咪啊？嚇、啊、你知唔知我啲健身啊？幾多萬幾多萬啊？啊！你一個月人嗰都唔夠賠啊！啊真係嘅喎，你唔好以為假嘅喎。你講咁我賠啦，咁傻人先會講嘢噶嘛。佢已經做咗好多次噶，佢咁講就等你講呢句説話啫嘛。咁啊傻傻地咪賠咗佢咯。咁啊之後佢偷笑咯。原來呢啲蠢人係咁樣激一激就俾人話就顯出自己都有本事賠你啊咁就賠啦。咁我震到咯。你知唔知啊 ？Hello， 所以佢哋好多脾氣噶。发脾气啊！叫你个经理嚟啊！吓、啊，我冇理由咁样噶嘛，系嘛？啊，有好多发脾气啦吓，所以、啊、香港都好多系噶嘛吓，我哋好中意吓，我俾到钱噶喎、啊，我投诉啊，咁啊嘛啊，喺马来西亚我哋遇到噶，我哋做安老院都遇到啊，我告你啊，我告你啊，我听到之后哇，好惊噶嘛，俾人吓大咧就唔惊噶啦，系咪啊？咪告咯，我吓大噶咁啊，好惊喎，你快啲告啦，快啲啦！佢哋好中意吓，系唔系都告你啊？系咪告你？系啊，你告我唔使钱啊！你够告我，你都俾钱噶嘛？系咪啊？我有钱啦、啊，哦，你有钱使嘛使咯，你告我咪告咯，大家一齐使钱啫嘛，啊！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就会惊吓、啊，所以呢啲人咧就发脾气。咁當然係咪你要同佢鬥咧？唔使，佢係要嗰個面啫。特別係有錢人高位，特別掌權者添嚇。特別你遇到嗰啲事頭脾氣好壞噶嘛。咁啊，哦，好啊，好啊，哦，好啊 ，OK， 好啊。你咪順住佢咯，佢發脾氣就冇啦嚇。其實你知唔知做頭嘅做掌權嘅人壓力好大噶？
你有冇做過舌頭你就知噶啦，你做過舌頭就知啦。其實個個人都有糧出，只有你冇糧出嘅啫嘛。你嘅糧邊個出啊？工人係舌頭出糧噶嘛？咁啊舌頭邊個出糧啊？佢老公出糧啊？或者佢老婆出糧未？冇噶嘛。生意有得賺先有得出糧，冇得賺咧真係冇糧出噶嘛。屈埋你嘅銀行嘅儲蓄，繼續填套填數噶嘛。所以壓力係好大嘅。人哋有時咧，因為你係舌頭。好多人都要在你身上搲錢，你的親戚朋友覺得你要賺到錢，你冇理由通知大家我生意不行啊，冇理由咁做噶嘛。就算自己親人，你更加不想俾擔心，有時唔講噶嘛。但個個咪都覺得你點咯，咁我咪壓力咯。壓力翻到公司的時候，那些人又探薄探薄不做，你咪發脾氣咯。發脾氣佢都不俾你發喎，咁我點啊？做事頭，不如死咗佢咯，係嘛？係咪啊？俾我發下脾氣都唔得啊！如果你做事頭，你是不是這樣想啊？這樣想啊？我就來爆的了。你的公司那些人做事是這樣，我說他兩句而已，這樣我不做了，我不做算走。是不是啊？是的，很多時候你的事頭呢，可能或者是掌權的人呢，就在個壓力之下呢，說話是很不老的。你厲害一點的呢，小心一點，溫柔一點，你就可以過到那關了。所以呢個就好多時候咧，兩公婆吵交嘅時候咧，當其中一個好高聲嘅時候咧，一個就 bass 啊，咚咚咚咚咚，佢啊，佢好高聲嘅時候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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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咁大家一個高聲一個低聲咪好靚咯，佢又啊，你又啊，咁啊，哇爆啊，玻璃爆爆爆爆爆，好啊，所以咧呢個係要學習嘅嚇。啊、所以兩公婆的相處，同樣公司都是的，你的上司、啊、有時脾氣壞一點，你就罩子溫和一點，就很快就過到關了。他最後呢他知道的，說真的他是人的話，他知道自己脾氣壞一點，很多人都頂不順，個個都做不到兩年就辭職的，但是為什麼你可以做到三年四年都不走的呢？他欣賞你咯。好了，我們要休息一下，我們稍後回來。好，我們休息到第七。OK， Benny 嚇、啊，預備好。好啦，我哋進入到第十章五節到第十五節嘅。第十章五節，哎呀，又唔見咗啦，睇到嗎？好，第十章五節，我哋一齊讀。我見日光之下有一件，誒、欸，轉緊。你睇唔到節喎，嗰度嚇，咁樣我要點樣整咧嚇？睇到嗎？哦，佢好邊啊，好邊睇唔到，陣間，陣間啊，你、哎、第十章第五節啊，咁樣睇。是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者的同，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或坑自己必掉在其中，七长行的折被扯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断了，若不将人磨坏，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必后行法术也是无益。好，我哋停一停先哈，到第十一节。好，好啦，好呢度咧就我哋就睇到咧第五节开始，我又见日光之下就系有另外一段嘅开始啦，另外一段啦。咁啊呢度讲到一个反常嘅呢个现象吓，反常吓就系唔系好现诶一般常嘅比较反常嘅现象，或者系颠倒嘅状态吓个 topsy turvy， 就系异味人咧得
權得勢，哇！異美人反而可以坐高位得權得勢。啊，異美人呢，因為在智力上是缺乏的，不應該都冇可能被提升到社會上的高職位上的，免得呢做錯決定呢令到社會蒙受嗰個咩虧損啊嚇，應該係唔得噶係嘛？你俾冇一個異味嘅人咧嚟做頭咧，哇！你管理呢個城市咧，呢個城市就大災啦。所以意思講呢、這個聖經係講得好清楚，就係呢個係顛倒嘅一個狀態嚟嘅。我哋諗下香港嘅人咧，會唔會俾一個蠢蠢地嘅人嚟管理我哋嘅城市咧？梗係唔會啦！佢做決定影響我哋民生啊嘛，係咪啊？就算你叻，我哋都有插一嘴，俾你多多意見，你都要聽噶嘛，係咪啊？咁我哋而家你又蠢又唔聽，咁我仲個死啦，係嘛？所以係唔可能俾蠢人嚟管理我哋城市，因為香港叻嘅人好多噶嘛。所以變為香港都好注重係讀得書多嚇，叻嘅。所以喺香港嘅教會一樣嘅，會要求做牧師呢個職份咧。啊！好多教會已經係咁做噶啦嚇，當然有啲教會未嘅，就是、最少限度咧，你有 MDiv， 就係咧道學碩士啊。點解咧？道學碩士咧最低限度就係要求呢個牧者咧，佢係有嗰個學歷啦。就算你冇大學，但係你喺神學院都讀到好多個科。你之後咧 MDiv 咧要求咧你有言文啦、希臘文啦、希伯來文啦。啊、所以你最低限度咁樣咧，你對解釋聖經咧就唔要亂嚟啦。咁你讀到 MDiv 咧，意思講你經過嘅好多考試咧，你嘅文章咩老師批嘅批咧，你最低限度你嘅理性咧，你嘅邏輯都唔會歪到好夠關嗰啲啦，係咪啊？啊，所以邊位咧？呢個係一種嘅保證。當然你請到你未必真係使得嘅嚇、啊，讀書叻即係未必做人叻嘅嘛，係咪啊？未必做牧者得啊嘛，係。但係咧，如果你讀書都唔得，你做人一定得。哇！咁大家唔好讀書啦，唔等於唔讀書人一定識做人嘅喎。如果一個識讀書嘅人唔識做人，我其實好可惜啦。一個叻讀書嘅人又識做人，非常好啦。一個唔識讀書但係識做人嘅，哈利路亞感恩啦，恩典嚟噶啦，係嘛？但係唔識讀書又唔識做人嘅，大把啦。所以你唔好咩叫朝鲜啊？点讲啊？侥幸咁样啊？哎呀，我请到一个蠢嘅，但系好人嚟噶，唔系噶。就算佢系好人咧，佢做错决定，教会就冧噶啦。明白我意思嘛？所以好多时候教会咧要请牧师，都会开始要求佢嘅智力咧、分析力咧、对圣经解释咧都有咁上下。因为如果唔系，你教会点样被带领咧？明白我意思嘛？嗱，呢個好似係唔啱喎，聖經係咪咁教嘅咧？當然聖經唔係咁樣教，聖經係講咧，你要缺乏智慧，靠神俾你智慧啦，係咪啊？我哋睇到彼得係足耳嘅啫，但係佢唔係蠢噶，你唔好以為佢足耳嘅喎，冇讀過書喎，佢蠢嘅咩？唔係，係佢冇機會讀書啫嘛，以前嘅人。但係要信到耶穌之後咩咧？佢講你有乜乜乜要加上乜乜乜，加上知識要加上乜嘢嘛，係要加嘅嘛。信耶稣呢个十字架系做咩？叫你日日要加咯，唔好减啊！啊，信到耶稣而你蠢嗰啲咁，唔好信啦，系嘛？应该系越信越叻噶嘛，系咪啊？真系噶，我从细嘅时候去教会，全部都系踩单车嘅，全部单车嘅。之后过咗十年，全部系摩托车啊，电单车啦。最多十年，个个都揸大车噶啦。点解咧？个个都叻噶嘛，聪明智慧嘛。你读神嘅话语咧，智慧嘅开端。知识嘅开端噶嘛，系咪啊？神会一定俾你智慧噶，所以做牧者讲神嘅道嘅时候咧，教导会友都我有智慧，神俾你嘅智慧，帮助会友点样喺呢个社会生活生存，真系噶。所以我哋应该时常有智慧。所以咧，呢个社会如果系异味嘅人做头咧，系唔应该嘅。但系咧，佢调翻转头，佢嘅对比系边个咧？富足人坐喺低位。点解？点解佢用富足人？都系睇钱啫，有钱大晒啦而家。但系你要明白，富足人唔系讲紧嗰个富二代，富足人系讲紧一个贫穷嘅人可以成为富足嘅人，一个曾经唔系富足嘅人点样挨到成为富足人？呢个人嘅人生经验啊，
是充满智慧的，同埋毅力，同埋咩咧？忍耐。所以一个富足人可以坐到嗰个成为富足人咧，佢一定有咁上下嘅聪明智慧同埋人脉，点样识做人，同埋点样去计划，点样去控制佢嘅财富，点样去分配佢嘅工作俾工人。所以呢个财呢个富足人咧，系证明呢个人系识怒嘅。所以好多时候教会咧，你系宁愿紧一啲。冇錢嘅，好窮嘅，自己揾錢都唔夠嘅，做執事咧，或者揾一啲唔使煩呢啲嘢噶啦。佢都自己曾經窮過，但係而家神賜福佢啦，佢都揾到錢嘅，佢都照得點樣管理錢嘅。而家咧，我哋揀啲做執事，唉，教會都係睇錢啫，專揀嗰啲有錢佬，係咪啊？會噶，我哋會咁講噶。我曾經都咁樣唔平衡噶，點解教會揀咗啲有錢佬啊？哇！講嘢好大聲咯，我做牧師冇定期咯，佢錢大細咯。我今年跟嗰啲愛主但係冇錢嘅，貧信心。但係我發覺到最尾咧，好多嘢都做唔到，因為大家都冇錢，都冇信心。因為咧，一個人有錢，佢好多時候係貧信心噶。做生意係咪有貧信心噶？係賺咗先做噶，梗係冇啦。做咗先有得賺噶嘛，做嗰時候好多時候都會蝕噶嘛，但係你就有信心做啊嘛，捱住做噶嘛。但係做工咧唔使信心噶嘛，我做曬就有錢攞噶嘛。我打你時候賺錢唔賺錢唔關我事，我做足咗一個月你就要俾個錢，唔係我告你噶啦。所以我哋係玩打玩食噶嘛。所以睇住當慢慢做牧者嘅時候，我發覺到，點解好多教會咧？而成功教會咧，就越多有錢人咧坐高位咧，我開始唔平衡噶。係咪嗰啲牧師都係巴結有錢人？係咪嗰啲有錢人咧係嚟教會要霸嗰個位，要有説話權咧？我係咁樣，我唔平衡噶。我因為我出身係窮噶嘛，所以我對有錢人有多少覺得係一定有問題嘅有錢人。我唔知道你有冇咁諗啊嚇。有錢人一定有問題的，第一他的錢怎樣來的第二呢，有錢人一定是很高竇的，叫沒看不起人的。第三，有錢人一定會濫用權力，因為他有錢，你不聽我話我就走了，不來教會了，不給10元就看你教會怎麼死的嘛，會這樣咯。但我之後想呢，所以我教會有一班不是很有錢的窮的，我特登擺這些人要平衡一下教會。到最尾發覺到，原來教會執事咧坐到啲巴閉係咩事咧？大家唔同嘅觀念。你印一支紙用顏色，好貴啊！牧師，我哋錢唔係咁樣嘥噶。嚇！咁我印咩？梗係黑白就得啦。之後咧唔印仲好啦。咁樣咧慳得就慳啦。係唔同嘅觀念嚟嘅。一个就是我们的教会，我有好的形象，牧师不用有形象的啦，祈祷啦，人家要来祈祷会来的啦，人家不来怎样祈怎样做都没人来的啦。哇，好熟练哦，到最后没人来咯。你的楼梯要爬上去三楼，没电梯的，那些有心的人自然会来啦。过多几年真的没有，个个都没心咯，有心的人真的很少咯。租埋隔篱有电梯，哇！有电梯咗之后咧，好多人嚟咗咯。哇！突然之间好多人成为有心人啊？唔系嘅，系我哋要学习把一切拦咗教会成长嘅障碍攞走啫嘛。明我意思嘛 ？A lot obstacle 拦咗你成长嘅嘢，攞走嗰啲嘢就得噶啦。但系咧，好多时候我哋唔肯攞走呢啲嘢，点解咧？因为攞走呢啲嘢要钱噶，所以咧。那些咁辛苦揾錢的人是不捨得花使錢的，牧師用得就用啦，個麥有聲咪算咯，靚聲唔靚聲我哋都係咁聽噶啦，牧師你講乜我哋都信嘅，你講到沙沙聲都信嘅，係喎，你睇唔同嘅觀念啊，嗰啲有錢人，哎呀你咁嘅樣教會，我請朋友嚟都人哋唔想嚟第二次啊，你嘅麥又咁差又爆聲，你啲咩都唔掂，係咪？去到你廁所又一陣味，哎呀，全部都要我就你，我使咩嚟呢間啊？大把我去揀啦，係咯，所以邊位咧都得一兩班人喺嗰度咯，一
一班人咧係要求教會有質素，一般人咧教會最緊要質唔質素唔重要，唔使使咁多錢就得啦，慳得就慳。所以就開始兩班人，哇，好辛苦。我開始係企喺呢邊嘅，就慳得就慳，因為我自己都慳嘛，慳得慳嚇，慳得慳。如果你有機會睇我以前嘅相，真係好瘦噶嘛，係嘛？啊，唔使食就最好唔使食嚇，慳一餐就一餐。再之後慢慢發覺到唔得。就開始轉，因為我當時都好多嗰啲醫生咁樣都同我一齊，佢哋講嘅嘢我又點解我要聽你？點解我要信你？但係嗰啲人又同中意同我傾偈。之後咧，我哋就開始做英文聚會。英文聚會佢又大部分馬來西亞英文聚會嘅講英文嘅人都係收入都好啲好多。佢哋思維又唔同嘅，佢思維唔係嚟攞嘢，佢思維係要參與做嘢嘅，佢哋想俾錢嘅。他想做好这间教会，如果这个是我的教会，我希望这个教会是越来越好的，是我可以请我亲戚朋友，我的公司甚至我的侍头都可以来的，明白我意思吗？他的心态是这样的，所以就开始不同了。哦，就发觉到原来呢圣经讲富足人，为什么呢？就是当你开始富足的时候呢，你的心不是孤寒，你的富足是想贡献的，然后呢你的富足呢是使到你有智慧怎样去处理很多事。所以开始我对富足人呢就改观了，就不会看富足人一定是衰人，玩钱一定是奸诈的，第三呢就叫人一定是骄傲的，骄傲的不是的。因为很多富足人未必是做生意的，他都是 做工的，但他的人工很高，因为他是专业人士。所以富足人未必一定是奸商来的， OK？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开始改变了，就不要太轻贫穷人，都不要太轻富足人，不要太轻的。上帝给我们什么人我们都哈利路亚，是吧？你穷的人我们都收，你富足我们都收，没所谓的、啊、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不要太轻某一种人，不要有偏见。所以但是呢就是开始看圣经，为什么上帝要使到我们富足呢？他为我们贫穷使到我们富足，为什么呢？是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不是叫你得福的，是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呢在个贫穷里面成为富足之后呢，你会成为教会的祝福，因为你明白什么叫贫穷。我们以前一间教会呢，那个大兄真的很穷的、啊、他又没什么读书，但他看到那些英文部那个都揸提车的时候，他坐电单车说，神啊，我们大家敬拜同一个神，他是英文部，我是中文部，为什么中文部要是穷的？为什么英文部个个都是石头的？你是偏心的咩？没理由的，你都要祝福我。他真的跟上帝说，因为他家只有他信耶稣，个个都不信。那么 他信耶稣太迟了，因为他不叻读书才信耶稣的嘛，出来做工厂而已嘛，有什么出头啊？但他祈祷咯，之后呢做帮人做买那些五金，之后呢自己盼信心出来做，自己买五金平啲冇所谓，挨搵一间厂一间厂买，之后咧成为大富翁。而家咧喺教会继续去教会，就系做咗长老添。而家啊买咗好大间屋，每一年新年嘅时候咧都开屋企俾嗰啲弟兄姊妹嚟去屋企食饭，都免费俾大家食。点解咁样咧？佢开始明白，当上帝赐福我嘅时候咧，系使到我成为大兄姊妹嘅祝福。好多大兄都帮佢做工。你要祝福他的家人，他的妹妹，他的爸妈。所以他开始原来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就是富足人能够成为一个、教会的祝福。所以为何传道者用富足人做对比呢？这是仅仅出于社会精英富足和上层阶层的人士。富足人被期望是做一个管理层的人士。为什么呢？因为富足人呢你一定要出钱的。为什么社会上要找那些富足的人、有钱的人呢？你做 committee 啊，因为要他们付钱的。你知道你以为为什么那些人找你啊，好像赵永基牧师啊，他们教会都有些有钱人的，他们有特别聚会啊，全部有钱人的。啊，今天跟你们、聚会 几百人啊，留下有钱的全部特别邀请的。他没邀请你，你不要，为什么没邀请我？你要来都可以啊，来咯。他有讲的时候分享一个意象之后，每一个人最少是要给多少钱的。他们很愿意的，他们等着的。牧师你几时需要钱，你跟我们讲，分享个意象为什么要用那些钱，然后你讲我们每一个人最少要给多少钱，大家知道的了，就想办法帮你解决，就是这样的。
你想不想被邀请啊？牧师啊，我不是这么有钱啊，不要玩我啊，不要玩我啊，我不得闲啊，不要玩我来啊，这些这样的聚会我不想听，什么异象啊，我没有啊，我没有异象啊，牧师你有异象慢慢你自己玩啊。是啊，他需要那些异象不是给自己教会，是给宣教啊，要差派多少宣教士去那里，去做什么很多需要钱的，需要派人，需要用很多钱去做很多神的工作，神感动他要做的事，但是他自己没钱，他只能够找大会里面就是弟兄姊妹那些有钱的，特意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分享异象之后呢，大家按照你的感动，不要强迫的，不要强迫，按照你的感动，你可以给多少钱，我希望能够筹到多少钱，那个弟兄姊妹 OK check 马上，几时要啊？牧师啊，我讲一日期，我 OK， 我觉得呢个异象好好。第一问一啲问题，大家自己心中知啦。OK， 我哋个公司，今年咧，我哋要赚几多？我哋要捐俾教会几多？啊，咁啦，就好多啦。所以之后教会咧就好快筹到呢笔钱，就搞掂做嘢。所以边位咧，牧者咧领受到上帝嘅感动咧，好容易噶啦，唔使惊噶嘛。上帝，你俾我异象好啊，我就分享咯。大家觉得唔好啊，唔可以做咯。大家分享，大家哎呦好喎 ，very good 啊，好有意義啊！大家肯出錢咪做咯，因為好多神蹟奇事，好多奇妙嘅嘢咧，就係咁樣做成啦。所以我哋唔好對富足人有偏見嚇。你聖經好多時候喺特別喺教育咧，係希望上帝嘅子民係富足嘅。你睇到亞伯拉罕富足嘅，你睇到約伯係富足嘅，你睇到好多人都係富足。點解咧？係俾上帝使用嘅，俾上帝使用嚇。當然你講咁啊，我牧師我唔係好富足，上帝唔會使用我咩？都會使用你嘅。你不富足，上帝都使用你了，当你富足的时候呢，更加使用你了，是吧？那么你要不要富足啊？不要啊，我不富足好一点，不怪得你不富足了，你就怕给钱而已。如果你说，如果上帝 OK， 有人有两个人跟上帝祈祷，上帝说你帮我们啊，帮我们好，上帝好，我祝福你啦，我看哪个先啊，你要做给钱的或者是收钱的，一个快，我先，我要做收钱的，你话冇得拣啦，俾钱啦 ，OK， 收钱做咗乞衣咯，俾钱做咗富翁咯，乞衣系专收钱噶嘛，佢几时俾过钱啊？咪做咗乞衣咯，因为佢觉得我收钱就正咯，收钱，唔系喎，原来俾钱嘅正啲喎，所以咧呢个就系。我哋要学习一下 ，OK， 骑马系富有嘅呢个，点解仆人骑马呢？因为骑马就系富有啦，因为唔系个人有马嘅。第一，第二权势啦，你坐个高位啦。喺当代咧，奴隶唔可以有马可以骑噶，唔应该有马可以骑嘅。王子咧，日日都唔应该好似奴隶咁啊，冇骑马，情何体统下唔啱嘅。所以反思你嘅公司同埋你嘅教会咯。啊！呢、这個我唔知道香港係點樣嚇。啊，成日新加坡同埋美國咧，都比較係注重呢樣嘢嘅，就係咧代表你教會嘅牧師咧，唔可以衰教俾教會冇面嘅。所以特別係英文教會啦，中文教會咧就冇所謂噶，牧師冇面冇所謂噶，我哋有面咪得啦。嚇係咁樣嘅。但係咧英文教會唔係嘅，英文教會嘅觀念就係、是，如果你做得我牧師，我哋唔俾你掉我哋嘅面嘅。我哋要你住嘅地方係同我哋差唔多一樣嘅地方嘅，啊，人哋咧，因為一啲係富貴啲嘅地方，有啲窮嘅地方啊嘛，佢就要佢住喺牧師同我哋差唔多一樣嘅地方，人哋要牧師咧揸架車同佢哋差唔多嘅，唔會太差嗰啲嘅，因為差唔多嘅，人哋教會賣俾牧師嘅，人哋要求牧師咧，你唔可以隨便咧喺街邊食嘢嘅，你可以食間中，但唔好常常咁做，你咁做咧係俾人感覺到我哋虧待你啊。俾你唔夠兩眼啊，唔得噶！當你請人食，一定要去酒店啊，乜乜啊！我哋教會應該俾錢嘅，因為佢哋公司都係咁做噶。佢嘅經理咧，佢嘅士頭請個經理都有咁嘅權，點解我牧師冇咁嘅權？佢哋咁諗嘢噶。個西方嘅教會係咁樣咯，但中國嘅人咧就唔係噶。中國人嘅教會嚇係點樣嘅咧？我哋公司點樣使係我哋嘅事啊。教會嘅錢係神嘅，所以咧唔可以咁樣使嘅，食都食最平嘅。咁就係屬靈啦，呢個就係中國教會啦嚇。等我兩公婆咧遇到嗰啲牧師嘅時候，我哋就請佢食好嘢啦。佢話：哎呦，我做牧師做咁多年，未食過咁好食嘅嘢，陰公啊真係。所以我喺
西方教會同中文教會，我發覺到中文教會太過虧待啦，呢方面係唔得嘅。我哋要反思，到底你要仆人、騎馬、王子行路咧，或者係調翻轉頭 ？OK， 在呢度咧係好多箴言嚟形容智慧嘅益處同埋愚昧嘅危險嘅啊，就係咧你做嘢咧，你挖坑咧，你會有危險。點解咧？你挖坑係挖嗰個陷阱咧，俾你捉獵物噶嘛？點知你自己跌落去啊？點解咧？因為你放咗之後咧，放好多葉噶嘛，大家唔注意噶嘛，所以你做嗰個人咧都忘記啊，嚇嚇自己跌翻落去，係咪傻啊？你始終你做嘢，你冇做記號啊！你挖咗個陷阱，你冇做記號，你咪自己都上，自己都跌落去咯，或者你嘅仔女行過都中咯，或者自己人都中咯，唔得嘅。嗱，第二咧就係咩咧？拆嗰個牆壁嘅比蛇咬，點解咧？以前嘅牆壁咧唔似我哋咁密嘅，好多石頭堆堆堆堆，所以石頭之間有個拉位咧，嗰啲蛇好中意躝喺入邊嘅。當你拆咗人哋嘅牆嘅時候，嗰啲蛇就走出嚟咬你咯，因為拆咗佢竇嘛，所以你要好小心咯。啊！呢個仲有咧，就係戳開個石頭嘅咧，嗰個有皮勞肉之身，因為你劈嗰個石頭咧，會有佢劈嗰啲嘢會彈翻轉頭噶嘛。劈木頭嘅人咧，又係會有危險噶嘛。你劈落去嘅時候，佢會飛噶嘛嚇。所以好多時候要好小心。所以呢個係講到咩咧？你無論做咩嘢咧，都有危機嘅。所以你需要有智慧同埋按照次序，預先預備好做嘢咧，唔好咧好魯莽咁樣做，咁做之後咧，遇到好多困難，遇到好多問題。但是沒有清清楚楚的你預備清楚預先預備或者是防範，其實香港人呢都有這個叫什麼危機意識，挺好的。危機意識就是你做什麼樣的危機意識先這個挺好的一些人是沒有什麼危機意識的，為什麼呢？因為旁邊很多的英雄救美的嘛，他不用有個危機意識的了，所以但是呢做男人呢一定要有危機意識，如果你做很多事情你很多的效果是你要面對的。我們看到這是智慧和愚昧人的原意的分別，第十二到十五稍後我們看了、okay、有什麼問題要問嗎？在這裡剛才講了教會的一些事情是形容而已，不是這個聖經教導，聖經沒有教導這件事，只是想到而已，來說而已，所以你不要想到一定要這樣做這樣做，但是大家思想一下反思一下，有什麼問題問嗎？有什麼問題問？沒有問題問啊？沒有，我們繼續，我們到十二節了，十二節到十五節，好，智慧人的口說出恩怨，愚昧人的嘴貪滅自己，他嘴口中的怨意起頭是愚昧，他話的微是奸惡的狂妄。愚昧人多有怨語，人卻不知將來有什麼事，他身後的事誰能告訴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勞碌使自己困乏，因為連入城的路他也不知道。就停在這裡了。萬邦啊，這個是之後講差不多一樣的東西，但是呢就另外一個講法了、啊、OK， 我們看回好這裡繼續講呢，就是智慧人和愚昧人的言語的分別。智慧人講嘢同埋愚昧人講嘢呢係有唔同嘅，咁智慧人呢使到人喺言語上呢勝過呢個愚昧嘅人，所以有智慧係重要啲嘅，你講嘅嘢呢係人哋聽到呢是明白很多的 ，OK。所以我都要學習智慧，我希望大家都一起學智慧人哈。所以咧，箴言書、傳道書就要我哋成為智慧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OK， 呢度講咧，意味人咧胡亂誇口自己將來點樣發展，點樣發展，誇口太多啊！呢、這個叫烏膠烤人，就係、是、咧，就係、是、睇到太遠啦，連依家。最簡單的嘢都仲未必做好啊！呢個係我以前有多少嘅問題，就係我諗嘢諗得太遠，唔實際，太過理想化。我太太咧就非常好咧，就好多時候唔使諗咁多，做咗先。所以呢個就平衡咗我啦。咁啊做咗先之後點樣收拾咧？佢冇諗過喎。咁我做都已經諗好啦，所以我都知道預備曬。所以咧就呢個好嘅配搭啦。所以好多時候兩公婆嘅性格唔同咧，係好嘅配搭嚟嘅喎。兩公婆嘅性格好相近咧，
开心是开心的，不开心都一起不开心咯，是不是？两个性格好相近的嘛，你又好喜欢吃嘢，我又好喜欢吃嘢，好呢这个哈。但是呢你好喜欢讲嘢，我又喜欢讲嘢，到底边个听边个讲啊？梗系你听我讲啦，唔系我听你讲啊，你听我讲，所以吵啦，两个都好吵啦。所以有时咧，两方面大家都好嘅嘢咧系啱嘅，系好嘅。但系两方面有啲唔好嘅嘢，唔同嘅嘢咧都系好嘅。所以做夫妻咧，一啲嘢啱，大家兴趣一样咧，哈利路亚！你中意食我中意食，你中意旅行我都中意旅行，屋企啱喎。咁啊唔同咧，我好中意嘈嘅，佢中意静嘅，诶咪好喎。我中意快，佢中意慢喎，好嘛？我喜欢看到很远的十年之后的人生，来我一个不知道，我想突然去哪里吃啫，我说好咯，把你拉回转头咯。所以这个我发觉到就是，人生真的很多经历，就是很多时候你的配偶跟你很多东西不同，其实是补了你的不完全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曾经就是想得太远，想得太多，是很多时候第一步都未行。所以这个就是要學習實際一點，不要想那麼多，你可以想，但是呢最重要是現在你怎樣行第一步、啊、所以這個連入城的路他都不知道的意思呢，意思說呢最簡單的路你都不識，大家都知道怎樣去你都不識。所以城中的智慧人呢就在這裡，很多時候我們 work hard 不懂得 work smart、啊、我們很勤力做工，但是智慧的做工不懂、啊、厲害的做事不懂，我哋做嘢就好勤力，但系咧死做啫，所以唔可以成为一个死做嘅人吓。所以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你点样转都系唔好嘅嘢，系嘛？啊，所以咧读书咧要叻，唔系死读嘅啫。死读书，读书死，读死书都系死。你点样勤力都系死，但系你要。活的你聪明一点，用智慧你读的你就读到了。同样的你做事可以死勤力的，但是呢都是死字，你要勤力到聪明一点，要勤力 work hard and work smart， 不是 work smart not never work hard， 不是的，要两个都要 work hard 都要的，但是都要 work smart、啊、work hard 是基本的，使到你知道应该怎样做人做嘢，但系咧，你 work smart 咧，系使到你做嘅嘢咧，日日做嘅嘢咧，可以用更好嘅方法嚟改善，更好嘅方法嚟完成。好，我再睇下最尾啊，我睇到呢个图咧，就系九章十一到十章十五节，由 A 有 A 一、A 二、A 三系咪啊 ？A 一咧有 X、Y。A 二有 X Y， 三有 X Y， 就是三啊，两个两个两个，得唔得啊？啲人唔得噶，上唔到。好，我哋睇到九章十一十二咧，之前我哋读嘅经文咧，佢讲嘅嘢咧就系讲紧人存在于呢个人生机遇中咧，人生机遇入边咧。你一定要有智慧加上机会，有智慧没有机会都是失败。第二呢，在人家要接受你呢，你要智慧呢还要加上财富，你有智慧但是很穷，人家都是害怕的，未必信。人存在在这个相互交往人与人之间呢，智慧呢我有影响力，人在这个权力斗争之中，智慧可以带来权力。人存在在工作冒险中，你的工作一定要冒险的，智慧对工作有益。所以这个今天这个讲的跟你有关的，人存在于自己愿意中，在讲很多东西智慧愿意是有益的。 OK， 再讲回你在你人生里面呢，你以为你一定成功，很多时候你都没有，为什么呢？你甩了机会，你 miss 了个 opportunity， 所以你要掌握机会。人与人之间呢，你完全太穷呢，人家走的，人家怕你借钱的嘛。所以你要求主上帝呢赐福于你，手中所做尽都是你。Amen。 不要以为穷人是未得你的，有没有人你觉得
穷是好事嚟嘅，有冇？穷到好开心，穷到唔使做嘢，有人养，好正啊！我嘅梦想就系成为穷人。有冇人咁谂嘅？呢、这个唔系好事嚟，千祈唔好以为穷系美德，穷系上帝嘅旨意，穷系上帝好中意嘅。上帝系可怜穷人，点解呢？因为佢哋需要福音嚟改变，但系上帝唔中意你穷，你明白我意思吗？上帝爱穷人，但系上帝唔想穷人继续穷。呢个系错误嘅观念，以为穷系美德嚟嘅，唔系啊！上帝系丰富嘅，上帝系唔想我哋穷噶，所以上帝爱穷人，希望穷人能够改变，所以我哋要改变，成为富足嘅人。点解咧？能够成为别人嘅祝福。好，人喺交往之间咧，我哋有智慧可以影响人嘅智慧咧。所以讲到细咧，智慧系重要嘅。你智慧虽然都系死，但系最得人到你活喺啲世界上，你有智慧咧，你免咗好多不必要嘅麻烦。你喺做嘢咧，不必要嘅人事问题，不必要嘅危机。啊，你嘅上司好大声咬你嘅，同你嘈嘅时候，你就顶翻佢几句之后，唔捞咪唔捞咯。我好快就玩完啦，之后后悔嚟唔切啦。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 一时之气啫。他好他火滚的时候你咪帮他放下气啦，是不是？是啊，你讲得啱，是啦，你留得啱，是啦，是啦。你怎么讲都是啱的，你是石头来的，是啊。都是我错，都是我错。你承认吓？蜜最惊是你不讲嘢啊，你是面黑黑咁样。他又闹你又面黑。他不知道你想乜嘢噶嘛，系咪啊？佢唔知噶嘛，你要好温柔嘅声音，系噶，你咁啊，你紧张都啱嘅，咁我哋石头嚟噶嘛，咁啊，你梗系紧张啦。你要知道呢啲嘢，我哋冇俾你知道，就系我哋错咯，对唔住咯，我哋要醒定啲噶啦。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你做石头都做到咁辛苦。啊，仲要你关心呢啲嘢，你请到我哋嚟，应该帮你分担一啲嘅啊烦恼噶嘛，仲加添烦恼俾你，真系好唔好意思。哎呀，真系唔好意思，石头。如果你系石头，你系石头嚟噶嘛？你听到呢啲说话系咪好开心啊？系咪？哎呀，石头真系唔好意思，你请到我嚟，我仲加添咗烦恼俾你。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哎呀，真系唔好意思。你今晚翻嚟唔好嬲啦吓，我会尽量做好噶，你唔好担心啦吓。石头你要长命啲啊！我哋靠你搵食啊，唔好嬲亲自己。啊你爆血管我哋揾唔到食噶啦！唔好意思啊，嘴有嘢。真系噶，我哋要学习用智慧去面对好多嘢咧，使到我哋避免好多唔需要有嘅嘢。所以咧，把智慧咧喺度咧，智慧同愚昧做咗好多个比较同埋探讨咧。一个人活喺世界上咧，就需要有智慧。你活在世界上一定有智慧，所以圣经讲咩咧？你觉得自己缺乏智慧，求上帝，佢一定俾你。喺圣经个命令噶，你一定要求神俾你智慧，唔系你中唔中意，一定要求。因为你冇智慧咧，你好辛苦。第一，第二咧，你使到上帝都冇面啊！信咗耶稣嘅人咧，咁蠢都得嘅，真系有蠢人蠢冇肉意，连上帝都投降啊！咩叫人蠢莫若依咧？头先我同你分享下大家的意见，一啲人讲唔赞成，一啲人赞成嘅。咁我觉得咧就蠢唔系单单智商 IQ 个蠢嘅，包括态度啊，就系佢唔认嘅，讲做错又唔认，认咗又唔咩改，改咗又改错，改错又唔忿气啊，嗰啲系啊，做错又啊讲佢冇做错啦，啲咁嘅态度咯，讲嚟讲去到最尾佢都系唔认噶啦吓啊。讲咗又唔做咯，做咗又做错咯，做错又唔改咯，改咗又再做错咯，做错啦，讲咗佢两句又唔认咯，啊，认咗之后咧又唔再改咯，哎呀，真系做事头就做到呕电呕血啊嘛，呢个就系好多时候咧系态度问题，所以会改变个态度咧就有智慧。OK， 作者都讲咧，人喺呢个世界上咧过活咧，有智慧都唔够嘅，智慧仲要加上咩咧？加上机遇。你要有機會，你要捉住個機會。第二咧，財富如果有咧，係好事嚟嘅。第三，
有影響力，第四咧有權勢。點解咧？當你係有智慧，你又有機會、有財富、有地位、影響力，又有權勢，你就會成為祝福。你唔係為咗你自己啊，可以蝦人哋，唔係嘅，你可以成為別人嘅祝福。如果你呢啲嘢咧，你先會使到人咧過得美滿。好多因為你嘅緣故咧，人哋嘅家庭好美滿。我再講一次，你知唔知我鼓勵好多人做生意？點解咧？因為咧喺香港地咧，好嘅事頭太少啦。好多做工人都唔中意佢事頭嘅，孤寒鬼，但係咧冇辦法靠佢揾食。所以其实是我们需要很多基督徒是做事头，为什么呢？来养那些工人。你知不知道你如果养十个工人，你其实不是养十个工人，你养十个家庭。十个家庭的老婆仔女都靠你赚钱。只要你不想带你继续赚钱，你的公司继续赚钱，你继续给他好的人工，足够他养家，他全家人是不用担心的。所以基督徒做事头是不是为了你自己 更有钱，是压榨他们的工人工钱？不是，是叫你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你要改变你的思想，我要打工打份工啊，事头死不死不关我事，他赚不赚钱不关我事，个个月给我2万得了。你这样的心，你根本都不是为了事头的。所以那个事头都知道的，那我用什么为你啊？我公司不行，炒多两个，那我两个人做三个人工。咁啊吓，你唔揾啊，揾第请第二个，咁啊哇，咁佢又咁虾你，你又咁虾佢，应该基督徒做事头，好好对你嘅下属，佢哋又唔使担心咯。所以我哋要求主俾我哋真系有咁样嘅人吓，喺教会入边嚟多，有智慧，有机遇，有财富，有影响力，有权势啊！因为呢个社会咧，佢讲紧呢个社会咧系有。怎样去纠正一个不公义的社会，纠正一个被扭曲的政治局势？重点是强调什么呢？看个智慧的人怎样避开危害自己前途和将来的事情，使到这个人呢可以用智慧面对自己的人生。你知不知道呢？我们在这个政治界里面呢，人家说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的。政治界里面呢，很多黑暗，很多随时被人插几都不知道的，是吧？所以你更加需要智慧，怎样生存啊？咁生存为什么呢？是为了你能够继续在个伴企入边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很艰难的。特别是一些人的性格咧，好倔强噶。我今年死啊，我都不做啊。你有冇想过你死了之后，后面跟着你那班人怎样死？不理咯。我有原则的，你原则值多少钱啊？你原则一定是真理啊！你原则是你做人的原则而已。大丈夫能伸能屈，不行，我就大丈夫，能伸不能屈。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些做戏的时候，你到一个位置，到底你是要坚持我是这样，死就死了，或者是为了你身边的人委屈自己，苟且偷生，哇！你好艰难做啊！所以有些人咧，为了过自己过啖气，自己的面子咧，唔理啊，死都死啊！到最尾真系害到好多人。佢名义上佢攞到啦，佢唔屈服咯，佢成功咗咯，死得好壮壮烈烈咯，你后边系陪葬咯，或者另外一个。偷生，但是之后呢救了很多人，他被人误会，被人笑，被人讲衰他，但是他救了很多人。很多故事呢，我们不知道背后的事呢，我们看那个人表面做的事，我们觉得是衰人来的。当你一天知道他背后做什么呢，你就佩服他，但是很多时候那个人已经死了。所以因为你做什么都好，你要问你自己，到底你是为自己或者是为别人？为自己呢都是自私的，就算你为你面子，我说了就一定做到的，我死就死了，是为自己的。因为你说了话你要负责，因为你的面子问题，所以你都是自私的。你没有想过后面帮你找食的人，假如你是做事头的，你知道这个人呢的生意你拿到呢，你的工人就不用辞职了。但是呢，因为这个人呢
是讲嘢得罪你嘅喎，咁我哋点啊？我有胆，你系人，我都人嘛。我使咩咁嘅样？我又唔系冇钱，唔做唔做咯，咪罩助佢咯，叫佢揾工咯。我唔需要受咁嘅气，做咁多年事头，我都系人嚟嘅喎。或者你话，哎呀，为咗个工人，我都睇下，对唔住，哎，多谢你，多谢你，系啊，系啊，系啊，你抵晒啊咁啊。一下過去了，雖然在尊嚴上受了傷，但是呢為了那班工人，所以很多時候這個拿捏呢，就是你出你自己面子重要呢，或者你的工人的利益重要呢，是為人或者為自己，這個很重要。這個是我們很多時候中國人呢，在這方面呢，尊嚴和那個自我利益或者是大眾的利益，這個小我和大我之間呢，是從有的張力來的。我想咧，喺呢段时间，香港而发生好多嘢咧，大家都会时常喺呢度挣扎嘅。我冇办法俾你好好嘅呢个答案嘅，但系我睇到圣经呢度更教导我哋咧，就系喺呢个不公平嘅地方、不公义嘅呢个社政治局势入边咧，你系需要智慧嘅。特别你翻到你嘅公司入边做工啊 ，office 啊，你都睇到好多嘢。你要神俾你智慧，阿门！我哋一齐祈祷，主啊，我哋求你俾我哋智慧。我哋真系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啱嘅嘢，要坚持嘅嘢，但系咧，俾好多人嚟睇，我哋系傻嘅，唔应该坚持，应该咧放大嘅。好多嘢我哋觉得唔可以弯转嘅，但系主啊，有一啲人系叫我哋要妥协，因为为咗大家好处，为咗大局着想。主啊，我哋有时唔知点样做。我们要坚持我们的原则，坚持我们做人的宗旨呢，或者是为了大局着想呢？这个大局着想是不是一个陷阱来的呢？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是什么时候应该做出改变，是什么时候应该忍耐，什么时候要坚持争取，什么时候要等候。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知道一些应该改的就应该改，不应该改的就要接受，我们明白的。但是我们的遇到问题就是应该改的东西就应该改，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何时改，又怎样改，真的需要你的智慧啊。主啊，帮助我们回到我们的工作工位，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家的时候，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靠圣灵继续把神的智慧赐给我们。天父，你是慷慨的，你是愿意把智慧赐给你的儿女的，我们领受，我们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赐福你，我们下个礼拜再见。